我就喺尾二個卡同埋最尾個卡接壤嗰個位度嘅，咁當時咧車長咧就話因為車故障啦，咁就要暫時停定，等一等先至開出咁啦。過多四五分鐘啊，個車長其實 keep 住都係同我翻説話，突然之間咧我就見到喺即係中間嘅方向咧就有人開始向車尾跑啊，咁而且係奔跑式嗰只車中間，其實當其時就冇乜特別嘢發生，就唔知點解會跑嗰、那個 moment 咧，個車長咧就話請大家唔好嘗試開個車門啊！咁但係嗰個時候，我覺得大家都已經好驚啦，因為根本唔知道發生緊乜嘢事，而架車係差唔多成十分鐘咧，都係冇辦法可以開到啦。而喺個車廂出邊咧係有職員嘅，冇嘗試或者用任何方法咧解釋翻俾啲人聽，大家唔使緊張，其實係咩原因架車喐唔到嘅？十五分鐘左右啦，咁我就開始見到人喺最尾只門咧開始出去，車長就講啦，叫大家唔好嘗試行出去啦。其實喺嗰個時候咧，大家都好驚。你睇到條片咧，係每個人都不停喺度揸住個電話同屋企人報緊平安啦，話驚俾屋企人聽，唔知發生咩事啦。佢處理得好差，然之後咧，佢新聞就係報話有人因為嘗試損壞車門，其實由頭到尾件事係地鐵本身自己出咗問題。